很久很久，刚才下面我已经查了，已经是没有白蚂蚁了，所以你发现到之前它吃的那些很露纹路都在这边，然后已经是很久了，你看它在油漆的时候哦，油漆都已经是有油过它的蚂蚁的路，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油漆之前就有发生过的一些痕迹了。它这种干枯了的那个是已经不在这边了的，最明显可以发现就是这个地方了，它之前油漆的时候都已经发生了的，而且白蚁已经是转移到后面去了啦。其实现在白蚁是跟住后面的厕所上嘛，所以因为可能之前这里有干扰过，它移到后面去，然后现在后面在做出全门了。